大家好，今天要做姜汁撞奶，需要的材料有姜汁30克、牛奶250克、糖15克，这些材料可做2小碗牛奶，加糖后先移开。姜去皮，研磨后挤出姜汁30克。锅冷后加热，温度在70到80度之间，最适合没有温度计的就请退散吧。倒入量杯袋会比较好倒，撇去糊味。锅冷姜汁后，一次性倒入牛奶，需要有一定高度，要有撞的感觉哦。蹦要盖起来，盖子太小，换一个好了。这个也盖起来，耐心等待5分钟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。